我着火了。你的尖叫会让你窒息。这就是我的本性。哎呦，我很怕瞎子在的。鲜血让人狂热。他主要不是征服者，他那一下呢，就是晕到我也杀不了我。但是他失误了，他妈没晕到我。打武器呢，要学会按 S。你是你妈真头铁，我操，这人就活活直接交易的。铁马都没毛病是吧？哎，好，腐败药水，顶级腐败。不然我还要再追他好久的。我死了的话，多少人能活？他真的，这个人打游戏怎么见面就开 E 啊？你多少博弈一下？他觉得我见面就交 Q， 所以他见面就开 E。试探出来他的习惯之后，咱就可以见面出个耀光，然后我见他面直接开 EA 他。这下你不挡，你要被我耀光加不灭 A， 你挡了我手里还有 Q， 你也打不掉我血。哥哥，这一波呢，就是我们如果这一波我能不死，他就会很难受，然后我们直接就摇队友，保证自己不死。这不会有人说主播摇人怪吧？主播玩不起吧？他带个点火好吧？点燃狗，这不来就是浪费时间的。你在那试探什么东西啊？你在那你在干啥啊？小老弟儿，鲜肉，别叫了！哎呦，我这波操作这么好，这狼人来句别叫了，我去你大爷吧！他没点火了，别叫了。你妈了个逼，我说啥都不行是吗？这逼狼人。有病吧这英雄。把他打我开了一，我怎么还手啊？脑瘫一样。没大兄弟，蹲啥呢？这有眼啊，看不出来嘛。你会听我的呼唤。我去，待会儿再大招提风你。哎，你倒冲，你倒冲呀！发泄，发泄。
大哥，他没大是吗？我就想打一套。上当了呀！你他妈怎么还在蹲呀？有病吧，这个瞎子！瞎子在的，但我没有给队友发信号，但我没有替风雨挡 Q， 不太好。我以为瞎子有大的，你知道吗？结束了，炮车。让你们知道什么叫聚首，这么冷漠啊！反包围，反包围，兄弟们！啊，怕啥呀，你俩？哦，再埋伏，接应一下呀，配合一下呀。我是越着兵线过来的。你再放个大试试。不急着冲，没意的时候自己要不要上，一定要掂量掂量。小月这不脱节了。就拉扯着打，哎，冲进去扛了，又没完全扛，你知道吧？就稍微的拉扯着打，一直进一直出，进进出出，舒服的一逼。
然后真等到后期就是残局了，团战到残局了，我三项之力给我提供的战撸属性就体现出来了，就不让对面有一个完整的阵型，让他们都很难发挥，你知道吧？让他们的时间都是在赶路，而不是在输出，很关键。哎，拿下！这个东西在线挺赖的呀，他给那个炮车加的坦度加太多了，自身也有好高的坦度，打个爆破就走。哎，这东西配爆破单带的时候好有用。退潮。